琪。嗯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又失眠了？嗯。你怎么三天两头就失眠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喝酒了？喝了一点。和谁喝的？跟闺蜜，她马上结婚了。那这是好事啊。好事呀、啊，我也替她开心。那，你看起来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我们合作多久了？我们两个多月吧。两个多月，怎么感觉跟认识两年了一样？你感觉和我合租度日如年是吗？不是，就是感觉认识你好久了一样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想说什么，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。你想聊什么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跟你前女友相比呢？你喝多了，你回房间睡觉吧。你干嘛？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，来，我扶你回去睡觉。我不用你扶。脱下什么？脱下鞋呀。你自己不会脱吗？你那不是手吗？你没长手啊？哎呀，我脱不动了，你帮我脱一下。不是，你脱个鞋子你脱不动啊？啊，那我要是把鞋子等我给你扯坏，你别怨我啊。哎，姐，你回来了。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姐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他鞋子脱不掉，我帮他脱一下。不用解释，姐都懂，都懂。哎，姐，不是，这真不是，不是你想那样的。那行，你们陪我出去一趟啊。Later， 这大热天的，这逛什么街啊？这，你俩是不是合计回来骗我啊？没有啊，怎么骗你啊？哪有情侣出来逛街不牵手啊？不是姐，苏娟在外面害羞嘛，我们私底下还是很爱的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姐。哦。哎，这里面戒指很好看啊！走，苏娟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哎呀，姐，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了啊！你是不是没钱啊？没事儿，姐有啊。走，苏娟。姐，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一点事情，我去打个电话啊。姐、哎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，姐？刚才好好的呢，快去追呀、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干嘛快去呀、啊！耶、No.